带大伙先看看咱中国最牛逼的5G 技术，明年就要开始普及了。这是中国首次开发的5G 黑板。天哪！这是中国5G 电脑自动批改试卷。哇！老师再也不用改试卷到半夜了。这是中国5G 人脸支付卖单。哇！靠脸吃饭不用再办钱包了。这是5G 触屏点菜桌。哇！好吃看得见，点菜从此不再排队了。这是未来5G 手机。哇！随身携带不断点。 现在的商场都这么高级了，这是中国5G 商场，选一个。哇，这是中国5G 试衣间。哇，简单轻松买衣服。这是中国5G 透视热感光。哇，医学从此更上一层楼。 这是中国5G 手机远程汽车，哇，在家就能开车。中国真是太牛逼了。